彤彤小公主，你真正一点仔病逝感都无嘞。早熟，不懂得付出，渴求关注，口是心非，情绪不稳定。这恰恰正收为镜头的任务，你够看不信任啊？我跟你很熟啊，你刚刚没说，你刚就先搞快呢。我怎样？你是不是想要先发制人，来转移话题？啊，独角龙家你在你讲啥？领导就是我所爱熬头主，我看你哦，根本就是找你有接近，找机会抽走伊对无？是啊，安怎？你是你啊？无你基本是假伤心啦。像是假你也错，你买水饼啦。我是要教你哦，你一脸痴的痴的安怎写？我先教你里边那写。安尼写，安尼了，安尼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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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亲亲，独角彤彤在水更西尊哦，捕获一个野生渣男，今晚好恁看卖伊的真面目，好不？你哪样攻击是用广告搞不了？有敢行吗？先道歉我就行。我啥都要跟你道歉嘛。啊！你做唔对代志，敢唔肯承认？你这黑乌鸦自大鬼，你敢去跟行吗？听到听吗？我不会，我不会啦！你行蛙啦！你行蛙！心里心头欠吗？歪啦！心头欠吗？歪！你心头欠我哩？歪！心头欠！等我边去有查某囡仔，不管啥物原因，就是你唔对。恁讲真正是一家人吼，一点仔是非拢袂晓分，敢那知影护短？你敢知影恁小妹杜佳音？我听得到啊，我嘛知影发生啥物代志。哥。那呢？即马怎样？这黑乌鸦话黑心啊吼！你不要提我而已，那还是嫁给瘦啊！唔免烦恼啊，我面对恁够无信心。牛伯利顿看来对杰阳忠心不离不弃，来青菜和路边的狗骨头相见。啊，这手指你家己拣的啊，若是无佮意，就另外选一个。我这钱免烦恼，规日哦，你甲我报销。我是要甲分这行李。你是讲啥？我是想讲，今麦总算知影我妈跟你林家的关系。啊，坦白讲，两边的人拢真爱叫，佮加上我妈今麦迄个未婚夫，虽然讲伊是开放的爸爸，啊，不过想要甲你林家合作，我真正是看拢无。我麻烦，落代志愈来愈复杂，所以不如咱先解约，到这为止。无你是着急啥？你是认为我无得应付，无才了做你保护伞哦？保护伞？我是咧激动啥？还有内底有一条啦，员工若是危险，做头家哦，袂当甲员工杀去做炮灰啦。那海苗刚有这条，我来看麦。我讲有条有，你咪袂记住咯。咱的婚姻是阮爸才有这个客有婚姻。那是讲你即马想要甲手机扛来这里走，到时阵阮爸心情艰苦，感觉足失望的，影响到病情哦。你敢要负责？啊，不过即马代志变到足复杂个啊。甲复杂代志变简单，这是我的工课，我会想办法，你免烦恼。虽然讲咱的婚姻是假，啊，不过除了我妈以外，其他时段拢认为是真的。你起码是解药，我和你妈右手又变成跳票啊，这毋是我林子胜会做的代志啊。好，看你讲啊，这么诚心诚意，我拢淡薄感动着啊。啊，不过我想到你妈想尽办法要赶我出去那个面笑，我所谓感动哦，就安尼收。弄下去。阮妈那边交我安来，你着负责，让阮爸跟阿妈欢喜就好。出来。伟大。Oh, my God.
人这挂这手指哦，我是要留我未来的翁婿替我挂的，你免笑许。怎样？我拄才挂了伤过紧急，我挂唔着再挂着中再，今麦卡掉抱袂起来。你卡认真嘞，我看袂啊。枕头啊，枕到安尼，这根本就提袂落来啊！哎，我看，这得爱冰敷，然后用牙线试看卖啊。啊，那这个疗当诶，会当让美华幸福。啊，我用个搁看到美华的面，重新有笑容，安尼我一世人就真正安心嘛。到今嘛，竟然搁处处为着宋美华迄个情报咧设想，我宋丹青留落来已经真超过啊！恁今嘛，搁稳准宋美华个手，存入来咱精英集团。哎呦，唔是你想的安尼啦，啊，咱个敢那是一条生产线甲伊合作尔。这一个听就知影，是宋美华的诡计，美玲。甲伊合作一部分，然后都合作一半，最后都归我放弃啊！林峰啊，你想想济啊啦，都讲只有合作尔，而且当年咱遐尼亏欠美华，就算个贵个生产线拢予伊，嘛袂讲伤超过啊！美华，水某的，哎呦！你莫这么激动啦！阿妈莫甲美华工作这么有心机。我之前哦，俺双手要甲公司的股份送伊，伊拢无爱啊！什么你无爱？恁拢袂记啊？迄天伫个公妈听伊是安怎讲的？伊毋是无爱，是无爱做一届替。安尼就表示讲，伊想要偷偷甲咱凌迟。甚至想要吞掉属于子孙甲子童的权利。哎呦，水某的啊，我感觉吼，不是袂晓想，啊，属于细碎吼，我们袂去卡啦。啊，阮的想法你也不是唔知呀。啊，上起码吼，阮会用安心去弥补弥补啊。那安尼我，你给我藏伫倒？我当然是把你放在心肝内。别说那啦！这三十年来，你小小姑姑都讲，你把我放在你心肝内，我相信你啊！而且我认为，我的红衫是伫个这个世界上上值得我靠的查甫人。我到今嘛，我才知影。你敢那是嘴讲讲尔，你的心肝内也是放不下迄个宋美华。哎呦，林峰啊，你讲话要凭良心啦！国庆的心内若是无你，当年哪会为着要带你引起遐尼大的风波？唔，就是因为欠债，会当替伊旁道的后生啊？对恁林家来讲，我只是一个生囡仔的过去尔。啊，若无，哪会有甲后生顾母，无爱顾生伊的老母？翁婿心肝内所挂念的，是伊的情母。我送你哦。我宋丽蓉一世人真正是足悲哀的。你想想这啊啦，无人会安尼想啦。你莫我想要用甜言蜜语来抹骗我啦。你若是真尔要紧我，你就袂去管宋丽华的要求，你就会替我替我去甲
去把那个宋丹姬的小狐狸精赶出去啊！好啊，你是愈讲愈离谱啊呢？对，我离谱，我整个人生拢超离谱。对你来讲，我只是一个连后头厝拢无的无名氏。我的人生也是手来啊，连我的生也是，我就是害宋美华流散，未当阁生的罪魁祸首。妈，你讲个真实。你嘛知呀？那呢？我讲起你会当活在这世界上，我过去的事是好啊。你话呀？妈，妈，你好，你是哪里来啦？你卖飞过来哈，那这代志哦，我大人处理就好啊哈。水母呀！妈，你是要安怎啦？啊，锁匙，记得锁匙。哦，好，我记得。你好嘛，你好，锁匙锁匙啦。你好嘛。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